我想我们作为书记一定不能选前三分笑，选后就讲话就变调。对工作有经验，他会考虑到我们的村民，因为他懂得说经营，懂得说把我们这个整个西乡村把它搞回来。小孩子有那个小孩子的那劲，还有老人有老人的劲，残疾人有那个残疾人的劲，要知道大家共同致富。上期反响很热烈，感谢网友的关切。这里是福建省龙岩市西安社区的综合服务大楼，一场网络直播正在这里进行。主播是74岁的张连生，这趟名为“张口就来”的直播栏目，正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题词板上红色的字不是写错了，是因为张连生有闽西口音，栏目组为了提示他普通话发音，特意标出来的。悔过自新，罪未加，立马放你去回家。敬酒不吃吃花酒，随时会掉脑袋瓜。但是林新平根本不为所动啊！前段时间，这个笑脸是提示张连生在直播过程中要保持微笑。张连生努力在每期网络直播节目中给大家讲好党课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。我是张口就来的主播张连生，今天是直播第41期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张口开播金鸡时，先讲入党先誓词，党员一心要践行，不管何地与何时。2017年，张连生开始用顺口溜、三句半、打油诗等大众化的语言网络直播讲党课，取名张口就来，每半个月直播一次，至今已播出71期，累计点击量达1.92亿次。我是搞一些顺口溜比较喜欢，我是比较喜欢，但是我们这个区委组织部长他是三顾茅庐一直请我去，他讲过这个顺口溜比较会讲，还有我又是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优秀党员、全国劳模，讲出去比较有分量。7、8年当村长那个时候还找路，后来就骑单车一两几年，后来又就骑摩托车，那这几年就发达了，就开汽车。实际上，这个从这个交通工具的发展，也体现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，更体现我们整个村的发展。这里是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的西安社区，以前叫做西安村。因为连续30年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名列闽西村级首强，被誉为闽西第一村。这里的居民没有人不认识张连生，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安村人，张连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40多年。并且连续13届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，以及之后的社区党委书记。我想我们作为书记，一定不能选前三分笑，选后就屁股翘，讲话就变调，工作丢脑后，老百姓叫你办事脸臭臭，到处伸手要，下届必然掉选票，落选回家睡大觉。曾经的西安村位于城乡结合部，是个典型的城中村，在城市化进程中，全村3150人，仅剩耕地400亩，人均只有1分多地。原来我们村是非常穷，也非常一个落后的村，穷到什么？我们都吃不饱，我们平均一个人，就是说一个月的口粮才17斤。那时候17斤是何概念呢？我们像我们青壮年讲，一个月都要50-60斤的米。那时候我们才吃到17斤的米，叫做吃不饱饿不死。因此很多姑娘一讲到西安村都怕嫁进来，那个吃不饱。我小学读到4年级，我还打赤脚去上学，冬天还打赤脚。到了5年级了以后，我还才买了一双木拖鞋，只能在说晚上洗澡的时候，洗脚的时候才能穿。你说穷到这个程度。
1978年，时年31岁，在西安村担任生产队小组长的张连生，因为工作出色，当选为西安村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队大队长。改革开放后，张连生带领村民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成立了村办旅社，开发了采石场，村里的经济渐渐有了起色。非常有头脑，而且他文化水平也是比较高，啊，脑筋也是非常好用。他对工作有经验，他会考虑到我们的村民，因为他懂得说经营，懂得说把我们这个整个西安村把它搞回来。他们认为我在当大队长那6年，是西安村最旺盛的时候，他们相信我一定能把这个烂摊子呢清起来。我想我们作为书记，一定不能选前三分笑，选后就讲话就变调。对工作有经验，他会考虑到我们的村民，因为他懂得说经营，懂得说把我们这个整个西安村把它搞回来。小孩子有那个小孩子的那劲，还有老人有老人的劲，残疾人有那个残疾人的劲，要起到大家共同致富。1983年，一个个人发展的大好机会摆在张连生面前，龙岩市唐烟酒公司扩招员工，张连生接到了录用通知，这意味着他可以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。我为的也是为了孩子，因为当时我的爱人是居民户了，如果我是转，如果是罗二龙转龙转回的，那我这个两个孩子也公安局也可以龙转回。离开西安村前，村里为张连生开了欢送会，拍下了这张合影。当时我去的时候，出去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干部欢送我都哭流眼泪了，那我也流眼泪了，当时是依依不舍心情。张连生当时的年纪已是唐烟酒公司招工的上限，因此他特别珍惜这个机会。进入龙岩市唐烟酒公司不久，张连生就因为工作表现优秀，被提拔为综合总店的经理。这个都是我当时是风火火，我在唐烟酒公司这是奖状。这个是80年龙岩地区商业经，就苹果先进了。我才过去1年，他们就跟我，还有这个是县级的，县级市也苹果是先进，两级都苹果。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张连生不仅端上了铁饭碗，还有了大好前途。因为当时唐烟酒很吃香，而且是铁饭碗。我当时当经理，这个是最吃香的单位，而且是最满意的单位。然而，就在张连生事业发展一帆风顺的时候，1986年突然有人找上门来，希望张连生重回西安村。工作队队长和我们上级的党委书记呢，都到唐烟酒公司来找我。他说呢，你们的父老乡亲、党员干部呢，都期盼你回去当书记。我一听我都懵了。我们本来想把他提起来当一个副经理，结果没想到。就是说西安村呢，这个要求要他回去。我好不容易从农村变为城里人，我好不容易从穿拖鞋到穿皮鞋，我的皮鞋穿没有了，怎么就叫我回去呢？我一口回绝。那我们不肯放他了，这大家都要人才哦，我怎么可以放人才去记呢？得知张连生不愿意回来，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一个接一个来到张连生家中请求和动员，特别是他们动员了一些老人家到我家里来动员我，组织上又一次一次来找。那就是那几个晚上呢，我睡不好觉。改革开放这么多年，我们西安村还处在落后的村，真的是不容自圆其说了。
与此同时，村党支部还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。你们进行西安村民意测验，如果有98%以上的党员干部需要我回去，我就回去。没想到到会的300多位党员呢，都把我张连新三个名字写上去了，基本上100%呢，都推我回去当书记。看到村民们把票都投给了自己，张连生受到了深深的触动，同时又感受到了压力。他心里在想，他如何能不辜负大家的信任？我家人又反对，我即使能做家人的工作，万一回去打不开机变怎么办？俗话说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怎么去吃回头草呢？我当时考虑的东西太多了。1987年4月，张连生决定放弃城里的铁饭碗，回到从小生长的西安村，挑起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个重担。我们是一个共产党人，我们入党宣誓的时候，这个只要党需要我们，刀山赶上，火海赶上。何况我们现在父老乡亲碰到有问题叫我们回去，我们再不回去讲得过去吗？对工作有经验，他会考虑到我们的村民，因为他懂得说经营，懂得说把我们这个整个西安村把它搞过来，要吃到大家共同致富。回村后，张连生利用村子里沿街的荒置土地，筹资兴建了100多间店面，投标出租，当年收入90万元。山区致富靠山桃，平原致富靠甜桃，沿海致富靠滩桃，群区致富靠街桃。我分析了呢，西安村要发展经济，要因地制宜发展，叫发展街桃经济。利用这笔启动资金，张连生又创办了建筑公司、旅社、车队等经营实体，建成了西安商业城、水果批发、副食品批发等三大市场，引进了一批外来企业，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。我还是不满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个村的经济呢，总量还不是那么大，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指数呢，虽然有很大提高，但我还不满足。应该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才是我的愿望，才是我的期盼。这是张连生的办公室，里面放着他30多年来记下的几十本民情日记。这就是我这个，因为我从这个87年回来当书记以后呢，老百姓呢经常到我办公室来找我。或者路上来找我，或者是有些老百姓打电话给我，我都把老百姓这个牢记在心坎上，就把它记在本子上。这个记现在就有70-80本了。哦，这个是从12年开始，老百姓需要办的事呢，都一一记在本子上，逐一帮他们解决。比如说，哦，那个你看，比如说我第三页要求安排工作的哈，第三个哈。你看我这个要求安排工作的，我你看我记到就是有20多个人。那现在为什么大部分都划掉呢？也就是说呢，姐姐一个就给划掉一个，姐姐一个就划掉一个。那还有3-4个没有姐姐的，他就是有些一是有些不符合条件，第二个他们当时跟我登记以后要安排他又不要了，他已经找到工作了。那这个你看他的妻子要求。当保育员，这个妻子还要求当幼教，你看我都安排了，我都划掉，一件一件解决，能解决的尽快解决，不能解今年没有办法解决，明年解决，明年没有后年解决，那尽量为他们解决。比如说退伍军人回来，全部安排我这个民政110。现在的西安村已经成为西安社区，社区内有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民间110联动队。有社区自己组建的民间义务消防队，有投资400多万元兴建的西安中心幼儿园，
有宽敞的文化活动广场和综合服务大楼，而最特别的是西安村村委会每年拿出村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，约800多万元现金，为村民发放53种现金奖励。老人、小孩、残疾人、军烈士，我就定了53种获利金。对号入座，他到年终他就可以拿10万块。因此呢，你这样才能把这个贫富不均拉平，要使到大家共同致富。小孩子有那个小孩子的那个金，还有老人有老人的金，残疾人有那个残疾人的金，还有像我们村民就是有那个叫遵纪守法金都有。西安村的社民村民们真的是生活指数是越来越高，过的生活是越来越幸福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是张口就来第71期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我们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关注和支持。如今已经74岁的张连生依然坚持每半个月在网络平台上直播一期《张口就来》，目前已经直播了71期，累计点击量1.92亿次。他让党课既有意义，更有意思。张连生的直播还带动了当地红色旅游的发展，直播中介绍过的许多革命地点，都成为网红打卡地。作为闽西第一村领头人的张连生说，自己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。